寒衣节是什么节日？农历十月初一是中国传统的寒衣节，又称十月朝、祭祖节、明阴节，是我国传统的祭祀节日。寒衣节流行于北方，不少北方人会在这一天祭扫，纪念先逝亲人，为之送寒衣。同时，这一天也标志着严冬的到来，所以也是为父母爱人等所关心的人送御寒衣物的日子。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新收时祭奠祖宗的习俗，以示孝敬不忘本。古人们也会在农历十月初一用鼠货祭祀祖先。寒衣节不仅要为亡人送寒衣过冬，生者也要进行迎冬准备。当天人们要给自己的亲人送去换穿御寒的衣物，即使天气仍暖不宜穿棉，也要把棉衣拿出来督促亲人试穿。人们还习惯在此日安装整修适用火炉、烟筒等取暖设备。